声，压都压不住啊！你要说论控场，哎呀！来，前面那几场出来，前面那几场出来，听听什么才叫掌声。来，前面这几场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啊，确实啊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今天来太开心了啊！一上台还有一个互动，哎，这叫掌声热烈。大伙挺捧你的吗？小人气儿？什么？我就没有人气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你们是两边倒啊，是这个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来的都不是外人，都是谁？都是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好朋友。你想想，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朋友，你还用说别人吗？对，观众不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吗？对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我就喜欢跟观众聊天，是啊。对了，今天来的我发现啊，有捧你的，有捧我的，也有捧各位演员的。对，对，都是捧我们德云社的演员的。是，说两句话，尤其看各位的岁数来说，我觉得咱们都班的班。停。还班的看各位的岁数跟你班的班啊，各位同意这种说法吗？同意。谁摇的头再摇一下我看看。大伙一二三，不同意。哇，你们脾气好大啊，但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您哪年的？您就跟人家班的班。哪管你，你哪年的？九三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九三的，我们就是祖国的花的。停，等会儿。哎，你见过九三年的呀？九三年的，怎么了？祖国的小花朵。对，你哪年的？哪年的？你猜？三九，1939年的。看这满脸褶，这脸褶跟年轮似的呀，各位。长得怎么了？有老一点吗？没有老一点，并没有，心态年轻啊。啊，就剩心态了。对了，心态年轻啊。啊，我觉得台底下来说，你看。好朋友咱都见过呀，对，特么秃噜秃，博尔至今乌云拔牙。对了，那个，对，还有王海，对，都有啊，都是我们的，都不是外人啊。对，就所以说，我觉得今天来讲啊，既然都是我的朋友，而且咱们来到了包头，内蒙古啊，内蒙古，你知道这儿的待客之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哎，喝酒吃肉，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载歌载舞，就这个。你是不是孟鹤堂他那朋友那老爷呀？坐轮椅那个，载歌载舞，真的，来到这儿之后，你知道这儿的人都爱听歌。对，我觉得是这种的啊、嗯，对不对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咱先用一个歌曲来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来一个。而且我相信咱们年龄段都一样，我唱的歌基本上大伙都会，可以吗？当然了，有把握。来啊，来一个，听这个啊。啊，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没想不出来就别唱了，是不是有好多不是是外地来的呀？是啊，你说衣服都是借的吧？这衣服。头一首歌啊，头一首歌差一点，再来一首，二一首，听听这个啊。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风吹绿草遍地花，看见你，就剩哼哼了啊！牛羊好似白云朵，哦，牛羊好似。神主撒，牛羊姑娘唱圣歌，你们的歌唱天涯，牛羊姑娘唱圣歌。你跑调了，你是不是我起高了？要不会得给我哼哼，连哼哼都懒得哼两句吗，大哥？哦，不错啊！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蒙古族感觉，都是熟悉这些歌曲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两首啊！什么歌？什么歌都行，想听什么歌啊？对，来一首啊，大伙都熟知的啊。
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清风，吹拂向远方，给我一个雄鹰，一个威武的汉子，给我一个套马杆，握在他手上。我的心像大地一样宽广。都会唱这歌，真好。这个歌呢，我也特别爱唱啊，因为我呢也对这个歌呢改编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曲子很好。改编？对呀、啊，啊，发现唱他那个曲子，唱周杰伦的词也正合适。能唱吗？对呀、啊，唱《青花瓷》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蜀汉里放前朝的飘逸，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啊嘿，习武之人切记，忍者无敌，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习武之人不屈，一身正气，嘿，巴扎嘿，真好，哥真好，不是你捧，太好了，吉祥话吗？吉祥话，开心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对于歌曲来说还比较有了解，是啊，各种的歌曲啊，大伙都熟知啊，嗯，比方说啊。比方说那个大伙了解的《凤凰传奇》都熟，对不对？都熟，代表作吧？都熟。《凤凰传奇》都是谁？凤凰吗？一个叫凤凰，一个叫传奇。玲花跟曾毅。对了，哎，你有事说，你有事说。你叫什么呀你？你先叫唤的。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谜语。行。说啊，这个曾毅，哎，站到树上唱歌啊，这个猜字儿。猜不着，这弱智的要猜不着，猜不出来。这个字念桑，哪个桑？哎，桑树的桑。为什么念桑？下面一个木，上面三个又。为什么念桑？你看，又又又，寂寞寂寞是谁的错？行了行了，嫌你呢是吗？都知道吗？破谜语有什么可猜的？破谜语？什么？这个我也猜谜语，我听听好了啊。曾毅掉河里了，猜人。不知道。曾轶可呀，好尴尬，尴尬吗？尴尬，尴尬吗？再一种劲儿就把这个脸啪一二三啪就给我摔地上。哦、好，明白了，听着没有？给一次机会啊，对不对？那个《凤凰传奇》我特别喜欢那么看歌曲，什么歌？比方说大伙都熟知的《自由飞翔》，都熟，记得吗？都熟。在你的心上，自由的飞翔，遥远的边疆，随我。有一些延迟，没有关系。我对这些歌又进行了一步改良，怎么改良？哎，我把这个词啊变成了唐诗，我觉得唱出来正合适，唱一试试行吗？是啊，比方说 啊，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真改上来了啊！哎，我再换一首唐诗能行吗？我听听。悯农。哈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So easy。咏鹅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别叫唤了，我这想办法弄他们呢。说早发白帝城，早发白帝城，早发白帝城。上次分离。哎，这个字儿多、啊。对，七言的这是。七言就不行了吗？哎，站在白的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鬓提不住，轻舟已过。
泉州山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真好，真好，哥，您对这个70、80后的歌曲有深厚的研究，就证明了你确实是1939年左右。我是给我朋友们唱的，人都爱听，怎么了？你给朋友们唱，你自己不会新歌啊？新歌？什么叫新歌？你看我们现在90后，对不对？我们你把手给我撂这儿，听到了吗？我们爱听什么呀？啊，扣开了，怎么了？我扣开了，你们都不喊，这模样的扣开了，你们喊。人家是一种关心，一种爱。你们喜欢肥的是吗？那，大哥，大哥，把手撂下，大哥，大哥，你那腋毛都飘回来了，大哥。人大哥穿着衣服的。我们喜欢听什么呀？听什么？唱跳一体的，你比方说什么说唱，现在说唱，对不对 ？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，这对不对？这是叫说唱了？对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能说他们技术笨，所有的演员对我都是羡慕嫉妒恨，他们只能对我的内容去评价，我的包袱把他们全部都凌驾，所有的技巧我都用到，他们只剩下台上的自我介绍，他们弱爆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呀，来个 B-box 我配合。 B-box 我不会。不会，我自个儿来。来，哟哟哟哟，都说上一场的节目实力太强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西瓜太郎。他们的段子可以说是法力无边，但是上台以后我的包袱就是无法无天。上一季的作品我没有拿过第一，但是已经奠定了节目质量的地基。这一季的作品每一季我都很用心，因为我的目标是这一季的总冠军。我这人性格倔强，从来不信命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相声实力过硬，我一开口就赢了尘埃落定。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reestyle，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一给我的 gail gail gail。